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一天就整那些没用的。吃啥呀？大米饭就大米饭呢，你这你能吃得下去吗？不感觉噎他吗？你愿意吃不吃，不吃拉倒，我还不伺候了呢。不伺候就不伺候呗。看看这些压岁钱，这么多怎么花呢？明天给点什么好吃的呢？姑娘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其实我今天做米饭是有原因的。你们有什么原因呀？不是因为懒吗？叮叮叮，你看这是啥？哇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海苔。这是美好时光拌饭海苔，不是油炸食品，而且是低温烘焙，高钙高蛋白，营养又健康。拌完饭你绝对能吃得下。那还等啥呀？快点给我拌上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味道真不错，那既然是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为了表示你的诚意，这就把我做的爱心饭都吃掉吧。姑娘，您给我喝点没有呀？你别破坏我的爱心，那你就这么地吃吧。哎呦我的妈！